嘿，我是围棋，我是全台湾最宅的瑜伽老师，欢迎你来到我的 YouTube 瑜伽教室。今天我要教你早上3分钟就可以让自己消水肿，让你的身材变紧实的干刷。药妆店买一支大概不超过80块，80块就可以让自己瘦下来。啊，这里有一个图案，它给你看的是你全身的淋巴的管道，红色的那一条一条的是淋巴的水沟，所以你在干刷的时候呢，尽量朝水沟的方向刷刷刷，你的身体就可以排掉多余的水肿。多余的水肿很多是压力呀。刷完了之后，冲一个热水澡。然后你的一天就会觉得身体、心理都变得很轻盈。先从脚开始，从脚开始的话是从左脚开始刷脚底，所以你可以绕圈或者是直直的，关节也很重要。腿你可以直刷或者是绕小圈小圈。OK，小腿的后面这个是一个水沟的管道，所以等一下我会。教你怎么样子瘦，用干刷去瘦腿部、臀部，还有让胸部变得丰满呀。关节都很重要，特别是膝盖的后面，花多一点的功夫，从膝盖到臀部坐骨这里这一条刷，你的整个腿就会紧实，然后臀部会翘起来呀。大腿的内侧，大腿的外侧。又回到臀部的后面，臀部这里，你的臀部的微笑线，那这里的橘皮组织，干刷真的可以有帮助，他们让你的这里的脂肪的细胞里面排掉多余的水肿，所以这里我会刷很久很久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下半身的就是你的锁膝部，这里可能会撞到，所以我都会用手遮住这边，这里就可以很用力的刷。No，你的干刷一开始买的时候会很硬，到时候到了用完一阵子之后，它就会变软。但是你还是轻轻的刷，这里也是水沟。你看这个图片，它有两条线，像三角裤一样。它不是穿三角裤，那是你的水沟、锁膝部还有腹部这边，所以这里都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刷它。OK，右脚也是一样的，从脚踝。小腿的后面是重点，膝盖的后面是重点，大腿后面也是重点，然后锁膝部、臀部的橘皮，再来是手，手从右手开始。你看起来这个是我的左手，但是这是我的右手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可以 mirror 你。OK，手掌心好舒服，手臂、手腕的关节呀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长长的刷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手就是很肿。这里有白白肉，白白肉通常是淋巴的阻塞，不是肥肉。只要它被推开，你的手臂就会紧实起来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手臂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给你看这一边，OK，那你就从手肘这里刷到这边。这里我也会花很多的时间，OK，我可以画圈，OK，然后这里是你的这个雕腿。这个画圈啊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OK，手臂做完了以后，你可以做胸部，胸部从腋下到这里，所以这里不是胸部，这里是这里的 chest，是下面这样子做一个 smiling。OK，那胸部你要避免你的乳头，然后你可以刷两个方法，阴阳就是下面、上面，或者你可以用太阳。从中间往外刷开，OK，胸部的中间，再来是肚子，肚子这里。嘿，我 promise，就是我瘦下来的时候，我会重新做这个影片，然后我会穿比基尼做这个影片。现在就暂时这样子吧，绕着肚脐，OK，然后下面，肚脐最重要的，你不用刷脂肪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看那个红色的内裤带，就是这里，差不多你穿内裤的勒住的地方这边。
呀，这个在中医叫做带脉，后面带脉打开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噗，这里垃圾都清除掉，这里自然会瘦下来，然后把它带到属膝部往下冲掉，冲掉，就像冲水马桶，这里的堵塞的冲水马桶一样。OK， 手臂做完了以后呢，你可以做背，背我喜欢拱起来。OK， 这样子圆圆的比较好刷到这一段，你看这一段背后肋骨后面这一段，多刷它的右边、左边。OK， 这一段会让前面的胸部暴涨。OK， 然后下面很舒服，腰。OK， 侧边都把它带到属膝部。下去 ，OK， 最后一个地方不要忘记的地方就是你的下巴 ，Yes， 你要上镜头，你不要大头，你就刷下巴，有三个点，从耳根到锁骨，耳根到肩膀，然后从耳根到后脑勺，两边都是一样，这样子就完成了，三分钟搞定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以前，我很怕痒。然后佛学灾难就会用这个生物生理武器 biological weapon 来攻击我，然后干刷之后呢，我就变得不怕痒了，没有人可以用它来攻击我了呀。你也试试看，这一个不到80块呀，投资给自己，而且现在是夏天，裸体站在浴室里面干刷真的很舒服，冬天的时候你就不用做这个练习，因为冬天太冷了。 OK， try it， 你会越来越瘦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有自信。你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你就可以收到更多像这样子很酷的在家里免费的 yoga tips。 Peace out。